吴村老常务董事，北港潮电工吴炳俊常务董事。有请以上七位即将要跟着我们七仙女进行揭幕仪式的七位贵宾跟长官，然后请我们的长官贵宾再透过七仙女将我们的红缎带轻轻地扶住在您的双手，请我们的长官贵宾先将您的双眼给我们的记者媒体，而我们的记者媒体正在您的，请我们的记者媒体朋友们在各位的长官的后方，我们可以请长官们轻轻地往后转吗？面向往后转，谢谢。匾额在您的正上方，谢谢。好，请我们今天我们的记者媒体一起跟着我们来迎接我们这一次开封先锋的这一次的匾额。那请我们的贵宾们轻轻地扶着我们红彩带，先给我们记者媒体先合照拍照，来拍照一。其实以后咱们马上的就咱们的休假以后在这里有用但是太主要的太主要的咱们讲到的休假是国际的一百九年的时候马上和这个回家跟这个聊天了这个真错了那个结局它就充分这时阵呢，赵连江的主持者吼，就讲吼，这是最新面吼，来当吼，开路做先锋官吼，就代代做先锋官了吼。那时阵吼，这成就吼，大家拢蠢蠢欲动吼，还是吼，希望他这边的机心呢，就常常吼，叫大家吼，更叫更叫，卡落卡落吼，大家手牵手。我都去看这个有啥机会了吼，太主要呢，就做先锋官一路来行去，其实就做先行来吼，但是过程呢，那敢咧行平路啦吼，这就是神机啦吼，所以呢，你看太主要呢，就呆呆吼，做北港官做的先锋官，所以呢，我即摆人人生吼，就是讲较在有路啦吼，我若邀请吼，现在太主要吼，到这来讲呢，到北港吼。做先锋官，比如说高教今年吼，真正是其实拄啊好两百年哦，即系上这边啦吼，而且吼，会使讲吼，他就讲吼，情侣协调，我感觉做吼，情侣协调吼，工作吼，爱护大家，祝福大家，感谢大家，谢谢。谢谢，拜托。